小学生不畏高雄大太阳，在草地上踢足球，笑声回荡在整个操场。高雄先锋女子足球队推广体育，前进高雄和堤国小，跟孩子们交流。河堤国小校长杜昌林也自己亲自下场，跟孩子们一起同乐。河堤国小足球队近年在国内外踢出好成绩，校方也希望借由运动培养孩子们多元发展。我自己希望孩子能够多运动哦，那是就要运动，健康久久啦哦。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读书还要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足球近年在台湾盛行，职业足球队趁着比赛空档到学校跟孩子们同乐，向下推广，让足球风潮在台湾校园扎根茁壮。人间新闻钟祖铭高雄采访报道。